辛苦了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，所有的妈妈们啊，要变成幼儿园老师，要变成安亲班老师，要变成天天变换菜色的大厨师，而且呢，还要变成理发师，真的变成十项全能了啦！哎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，亲子关系也会受到一些小小的挑战哦。王老师在这边要给大家三个小建议，第一个小建议是，大家要多欣赏孩子的优点。第二个小建议就是，我们要去做我们喜欢做的事，不要只有做家事哦。第三个小建议是，我们如果觉得快要崩溃的时候，一定要找人聊一聊，或者是要找人帮忙。最后要祝大家平安健康，一起加油。我是燕婷。那疫情在家里呢，多少一定会有点闷，再加上如果平时有带小孩出去的习惯，晒太阳的习惯的话，一定会更闷。但我相信呢，疫情总是会有结束的那一天，尽管现在呢三级还是不断的延长，但我始终相信一定会有减禁的那一天。那在家里带小孩呢，虽然有点累，但是这必定是甜蜜的负担，因为一定会有让你觉得很甜蜜很好笑，然后觉得回报的感觉。对，那大家一起加油。我是倩倩，你的育儿好朋友。大家已经提早过一个多月的暑假生活了吧？为了赶快把小孩送回幼儿园，把他们亲手交给老师，还有我们爸妈的自由着想，我们一定做好防疫，滴水不漏，冰箱的存量一定要囤好囤满，能让孩子在家里放电的玩具、教具、书还有车车，通通都不能少哦。期待我们在外面世界碰头的那一天，大家防疫做得越好，我们的自由就越早到来。爸妈一起加油！抗疫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不过疫情终究会过去，大家加油，再撑一段时间就可以回到我们之前哦，带孩子开车出门去玩、上山下海、出国的日子喽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呢，再坚持一下，一起努力，加油！是的，疫情期间呢，很多妈妈压力非常大哦，那不要让自己崩溃，永远呢维持正面的能量。你不能改变外在的环境，但是呢，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心境啊。凡事呢，换一个角度想，啊，海阔天空，啊，希望呢，我们的妈妈们啊，都能够健康、幸福、美满。大家非常的辛苦，但是呢，坚持下去，很快呢，就会风平浪静了。OK，See you。豆宝爱防疫，把爱传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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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豆宝爱防疫，豆宝。